菩萨摸个啥有十种，神通无奈用，何等为十？所谓一身四现，一切世界身无奈用。一佛的众会听受一切佛众会中的所说法无奈用，一众生心中成就不可说无上菩提，开悟一切众生心无奈用。一因现一切世界差别原因，临终众生各得解了的无奈用。一念中现尽前际一切劫所有的业果种种差别，临终众生悉得知见的无奈用。一微尘出现广大佛刹无量庄严无奈用，另一世界具足的庄严无奈用，普入一切三世无奈用，放大光明现下诸佛的菩提众生的恒愿无奈用，善守护一切天龙夜叉犍那婆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四梵护寺声闻独觉菩萨，所有的如来实力菩萨善根无奈用。这一段经文呢，无奈用说到了回向位的菩萨，石灰样的菩萨，由他愿力关系而得到的神通。神通呢都是没有障碍的，就是想怎么做，心愿想怎么做都能做得到，没有障碍。一共有十种啊，能够逮他一身中四现一切世界身。这一切身呢就包括的不但逮极乐世界现身，在不动世界现身，在琉璃光如来现身，这尽虚空所有的一些佛法界都能现身，没有障碍。用呢就是现身，能够现身，现身而的产生的妙用，那是一个色身呢，是无量色身呢，是无量无数的色身，这就通得大神通。一切佛的众会，一切诸佛的众会，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说法，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此位菩萨啊都参加法会听诸佛的说法无障碍。因为菩萨能现无量身，每个佛都有菩萨在，十愿的菩萨都有这种力量了，就是愿力加持。到了佛在佛会中就听佛所说法了，那佛那这些个菩萨
他的天耳通无障碍，他的耳根呢能闻到十方一切诸佛这说法，通的没障碍，神通吗？神呢就是他那妙明的真心，通呢就是他大用，这都是心的作用啊，心的作用这叫神通。嗯，不但能到一切世界，而能在一切佛会中听闻佛说说法，都能听得到，没有障碍。这是在诸佛的身边啊，在一切众生的身边啊，也一众生心念成就了无上菩提，在一个众生的心念当中成就了无上菩提，开悟起众生的心无障碍，有这种妙用，这叫他心通。现在的文法无障碍叫天耳通，一意音声能现世界的无量差别音言音啊，像咱们没有通，要有通，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语言你都能听得明白，而且都能听得见，那叫神通。若你在五台山普照寺能听见此世界这个世界的语言不说了，还能听到极乐世界，能够听到他方无量世界，所有一切的语言言辞所发生音声，你都不但听到，而且解了，解了无障碍，有通别呀，一切的言声无障碍，不是光说人类哦，还有飞禽，海里的那个鱼类，还有一些兽类，所有说一切众生的语言，结了，这才叫无奈。用的是菩萨的神通用，菩萨要到这一切世界立众生去，懂得的语言，还要给他们说法。菩萨的意念是什么样子呢？一念中，一念啊，这一念中啊，把过去的无量劫、近前际，就是过去的无量无量的劫，在那无量的劫的当中里头，所有的种种的因果差别，那就太多了，无量。能够令众生得知、得见，这回向的菩萨有这种力量，这叫许命通。一微尘出现，广大佛刹无量庄严，在一个微尘里头，说一微尘一寒毛孔，能够出现无量无边的佛果道，一切佛的刹度，一佛是三千大千世界，无量个三千大千世界，入于一微尘中。
这是我们《华严经》特别讲的要点。此愿此十愿的菩萨，回向的菩萨，他能把一微尘变成了容纳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是庄严的，都像极乐世界啊，药师琉璃光来世界啊，不动世界，通了，没有障碍，神通妙用嘛，普入一切三世无奈状。三世呢，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指法说的啊，法无障碍。就是一切菩萨所建立的一切的法，这一切法是光明的啊，智慧法啊，光明照耀的，就是法地光明照耀一切的佛之世界，即照了过去，也照了现在，也照了未来，三世无奈。放大法光明，法光明让一切众生都没有黑难了，都有智慧。这是诸佛菩萨所有度众生的心愿无奈。一佛入世，佛佛入世，说一切诸佛的菩提行啊，度众生的，都是横愿无奈，善守护一切天。守护呢，是护法神啊，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十梵护寺，这只是人天，八部鬼神众，还有声闻、独觉菩萨三乘的圣人，以如来的实力善根无奈，这种善根无奈三世是平等的，说一切诸法通了，没有三世，三世即是一念，一念厌生就是三世，就是这叫一切法的三昧通。因为这一切法平等寂灭，平等寂灭，说菩萨看一切平等的，这纯粹由理上看的啊。这就是菩萨的十种无奈用，是为十，能够普入一切佛法。无奈呢，就没有障碍。菩萨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的实力无奈用。何等为实？以不可说的世界，只与一微尘中无奈用，把无量不可说的世界，只与一微尘中没有障碍，这都无奈用。那佛教讲因陀罗网，
现在大家电力啊，看见那网络能把这个世界的一切收拾进来，但是他收拾不到极乐世界去，只能收这个世界。那电力啊，电力，那佛菩萨的神通力，他的无奈用，那就能收拾得到，收拾到，把不可说无量世界摄受到一微尘。这个我们大家可以能够理解到了。现在那个电脑啊，这你把电力一打开啊，都来了，全世界在这了。再放大一点，虚空一些世界，世界很大了，但是电脑很小。拿这个形容着啊，佛经上所说的世界，一个微尘，把这微尘就是一法界，说一切法都在法界之内，因此一微尘现等法界佛刹无奈容，这一微尘呢为主，其他都是伴。主办圆融自在，咱们前头都讲过了啊。假设你以前的不注意，如来出现篇，那种妙庄严，就是这种含义了。说一个微尘，微尘为主，其他的法都为副。都入着以这为什么种，所以说一切佛刹的无奈大用，把一切大海的水只有一个毛孔里头，不但在这个毛孔里头，而能这个海水还能往返十方世界。但是这一毛孔呢也没有放大，十方的一些大海也没有缩小，自在无奈，这叫无奈用。以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内的都纳入于自己身中，这叫四现神通所作的无奈用。以一毛能把金刚山所有的一些山把它持到在一毛孔当中，我来持着金刚山游遍全世界，众生啊不生恐怖心，他连感觉都不感觉不到，这叫心无奈。也不可说不可说劫做一劫，无量劫做一劫，那一劫呢做不可说劫，一种现现的成啊坏啊差别啊，不令众生心有恐怖，众生还没有感觉，无奈用。这种啊大家感觉这很玄妙了，咱们这世界上也有这些事儿啊，是吧？哎，我看那个人类时钟之谜啊，我收了20多件，那报纸登的。咱这举一个例子啊，来证实这些无奈。时间无奈，处所无奈，时间跟处地点一切没障碍，时间跟这个
地点跟这条件完全融合了，没有时间线，没有地点，这就是时节不分。在人间上很多这类事儿，咱们可举很多的建树，就是现在社会上和现在世界上，就时间跟节呀、时间跟现实的情况融合在一起，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都要处于静止状态。虽然没有，但是能实现，这些大菩萨能实现成劫坏劫种种差别之相。众生没感觉，没有恐怖，不知道。大地随时这样变化，这没有感觉。众生呢，心里也没有恐怖，这是菩萨的无奈大用。一切世界现水火风灾种种的变坏，那些个大菩萨看乃至他的作用，这个世间呢，受水灾、受火灾、受风灾乃至水灾，但是那时众生没有恼害。大菩萨能见入此境界，一切世界的三灾的时候，风、火、水三灾，这些菩萨来护持于众生，量他之生的住的房子那是衣食住都不是损害，菩萨有这个力量，无奈用。有些众生受害，有些众生很平平淡淡，没得感觉。一手持不可思议的世界，那一只手持着无量的世界，把这个世界丢到其他的世界之外，这是众生没感觉，也没有经过。大菩萨有这个本事，有无奈用。同时说这一切刹跟虚空平等的，令众生觉悟，这一切刹是有的，虚空是没有的，有跟没有平等。而在这个刹里头，众生没感觉，他还不知道，让一切众生觉悟到有法跟无法，有相跟无相，平等平等，无奈用，这实无奈啊。还有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力，十种力无奈啊，就是十力无奈。何等为十呢？说众生力无奈用，菩萨来教化调伏众生的有无量的力量，教化调伏众生，这是菩萨的妙用，调伏众生的无奈用。而众生的力无奈用，菩萨来教化众生调伏的时候，
菩萨的力量无奈，无奈就是没有障碍能够调伏众生，众生的力啊，刹力，众生是有情的，刹都是无情的，刹力无奈用就是把这个果度，把它变成了庄严的，变成无量的庄严的，有这种力量。说这种菩发十愿的菩萨有这种力量，把众生调伏，把刹土调伏，能令自身无身，能令自身入一些众生身，无奈，力无奈，劫力无奈，劫是时间。菩萨在修成佛的道果的时候，他的力量无障碍，有时候现身，有时候无身，有时候身入的劫中，就时间中啊，都分身无量，有时一切劫入在菩萨身中，说力无奈用，能够把身隐没了，没有了，一切身无身，能够在一切现一切身，有这个力量。竭力无奈就是不论多长时间，菩萨在修行时候没有不计较的时间。这是三昧力量啊，不就是啊，无量劫变成一念，一念变成无量劫，你叫说念劫不分啊，他的念跟着时间不分，能够是修行不断，佛力无奈用，就是以这个觉悟跟不觉悟之间，觉悟是清醒的时候，不觉悟是睡眠的时候，在佛的力量它都是觉悟，没有睡眠的时间，说没有障碍，所以这叫佛力无奈，行力无奈，一切菩萨行菩萨行的时候，就是他利益众生的时候，行菩萨行的时候，没有障碍，叫度生无奈，如来的力无障用，就度脱一些众生，无私力无奈用，一切诸法希望自觉，无私自通，本身具足，无私利就是自觉性众生，一切自利无奈用，一切自成等成觉，就自无奈，大悲利无奈用，菩萨度众生不舍一众生，菩萨有这个力量，这叫力无奈用。佛子如是名为菩萨，十种无奈用，要有得此十无奈用，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者成就，或者不成就，随意愿无为，随他的意而事先成佛，事先不成，虽然次先成等觉，而不断行菩萨行，而常行菩萨行，何以故？因为菩萨的发大誓愿，能够入无奈无边的法界门，
善巧思验，得一切自在，得正的果了，不死过去的阴横，有过去的阴不舍，菩萨还有十种游戏啊，何等为神呢？以众生身作刹身，而以不坏众生身，是菩萨游戏；以刹身作众生身，而以不坏刹身。刹是微尘呐，佛刹，刹是指着依报说的，身是指着正报说的。正报跟依报交互成就，互相不坏，这叫菩萨的游戏。以佛身实现身为独觉身，而不损减如来身，也是菩萨的游戏。菩萨能够实现佛身，也能实现声闻身，也能实现独觉身，以声闻独觉身实现如来身，而不增长声闻独觉身，是为游戏，菩萨游戏。以菩萨行身实现现成正觉身，实现成佛，而不断菩萨行身，一个身实现成佛，一个身还实现成菩萨道，无量身。以成正觉身而实现修菩萨行身，而不减成菩提身，是为菩萨的游戏。菩萨游戏跟咱们凡人游戏不一样的，以世界与涅槃界实现生死，但是不执着生死，实现生死即非生死，而不执着生死，这叫菩萨游戏。菩萨在生死的当中实现涅槃，而又不入于涅槃。菩萨实现生死，实现涅槃，全是游戏，不是真的。有幻化空身，就是法身，就是菩萨身。入于三昧，而实现行住坐卧一切业事，所以菩萨入定，但是他也能实现呢。行住坐卧就是无量身，一个身在那儿入定啊，还一个身在那儿做事情，还一个身在那儿坐教，这叫三昧正受。三昧正受也是菩萨游戏。在一佛所闻法受持，其身不动，而以三昧力，也不可说不可说，诸佛会众各个现身。这个我们大家都懂了。观世音菩萨没在这个世界受伤，但是咱们这个世界上，南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到处都是观音菩萨啊，在印度啊、中国呀、无量世界都示现身。实际观音菩萨还在极乐世界没动，在世界入三昧呢，这叫菩萨游戏。在一佛所闻法受持，其身没动，他以他的三昧力是现在不可说的诸佛会众各个现身，无量佛会都有菩萨现身，已不分身，已不起定。
而闻法受持相续不断。闻诸佛说法，受持佛所说的法，有相续不断，念念的入于一一三昧，念念的现三昧身。各个畜生不可说不可说三昧，每一身有入了不可说不可说的三昧，而是此地一切劫就十分呢、而穷尽。菩萨的三昧呢不可穷尽，也是菩萨的游戏。定中起些用，用还在定中，要菩萨难住持法，才得如来无上的大自游戏。这个咱们前头都讲过很多呀，经常跟说无法无着解脱自在，不过用语言文字把什么叫无法无着呀，就这样子无法无着。现在所念的三十种神通自在难住不当，都是的神通游戏。游戏菩萨度众生即是游戏，因为什么呢？度众生不见众生相就是游戏。所谓游戏者，就是在一切境界相上自在无奈。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寂，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佛教慈悲置业花莲分会新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起见观音祈福法会，消灾超荐，点灯供水，药供甘露施食，佛前大供，恭请法务僧众共同领众。日期8月5日到8月6日星期六日，每日上午8:30开始恭送大乘妙法莲华经，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敬请亲临分会登记，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
02-0627-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上午六点，穿着洁净白衣的居士们排起长长的人龙，犹如一串白色的花蔓，在晨光中绽放芬芳。人人手持鲜花、袈裟、灯明、敬香、饮食、水果、净水，恭敬地置于头顶，缓缓走向寺院内的大塔。当地居民夹道在旁，以手轻触供佛物品，并说着巴利文中的善哉善哉，欢欣随喜。此时微雨洒落，如落花纷飞，犹如诸天欢喜为坛场洒净，加持大众。佛陀住世时，护持者供养佛陀及诸弟子衣服、饮食、卧具、汤药等日常必需之物，称为四时供养。佛灭度后，佛教徒通常采用造佛像、供养饮食、香花、祭月及诸种庄严事物等形式，来表达对诸佛菩萨的恭敬之心。条件具足的时候，应多做供养；条件不具足时，见他人供养，应深深的随喜赞叹，这样也能得到与供养者同等的功德。Namami Buddham Gunasadaram Nam Sattva Sada Untu Sriyaveda Kayo Vibhutyo Sattaro Sunanto Satyam Sisapne Maranam Nam
且行孝居士居书上为光朝于彼经历自摩金色摩无妙莲花手生庄严静心柔善静忍辱禅定行识经中满中
像是红紫钟。一路曼陀揭拉萨，于此山处能供养。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